不许提昨天晚上的事儿，瞎说什么呀！好好好，不提不提。娘娘，您继续想，奴婢先走喽。哎，先别走，我有事儿想问你。娘娘，您说。一个男人强迫一个女人做了他不喜欢做的事儿，他还会再来找他吗？强迫？娘娘，这种事儿奴婢没经验啊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要是我自己，我也不会再见他第二面的。皇上，您早上上早朝的时候就不对劲，您有什么烦心的事，跟奴才说说，奴才就算帮不上忙，也能为您排解排解啊。相公公，朕正要问你。 昨日朕醉酒，夜宿星圣宫，您为何不拦着朕？皇上，您夜宿皇后娘娘宫中，那我为什么要拦着您呀？那朕再问你，如果朕强迫了一个人做了他不愿意做的事，可是朕又特别过意不去，想去看看他，你说他能谅解朕吗？皇上，您可是九五至尊的皇上呀，不存在强迫谁做什么，就算要是做了什么。 那也是您对他的雨露恩泽，他会感激您的。朕是说，如果换做一个普通人，他能不能谅解？如果是普通人的话，那就不会了。那如果这个人带着十万分的歉意去见他，会不会得到原谅？那得看是什么情况了。 他竟然来了，丽丽，你快看一下，我这打扮行吗？娘娘，您的气色好极了，包括您穿衣打扮呀，也都美极了。您快去见皇上吧。皇上，既然来了，怎么不进屋啊？ 朕觉得进去说话不太方便，就在这里说吧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这不是您说的吗？朕今日来就是想告诉你，虽然你是朕的皇后，朕对你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。 可是朕不喜欢强求别人。做都做完了，说这些不觉得太虚伪了吗？朕知道你是这么想的，不过朕一直坚持就事论事，是非分明。所以朕向你保证，以后一定会尊重你的意愿，再也不会做出违背你心意的事了。 皇上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意是什么？朕想知道，自然会知道。朕想告诉你，即便朕做了这样那样的事，也都是为了换回你的真心。从今日起，朕会用尽一切方法，来消除你的疑虑和猜忌，让你明白朕才是你最牢固的依靠。 你打算怎么做？从即日起，朕若是再得不到你的真心，就不会再碰你一根手指，更要与你保持距离。保持距离，你最好说到做到。说走就走，保持距离。
可靠消息称，皇上和强公公去幽兰殿了。难怪说和我保持距离，不动我一根手指头。合着又想起江氏的好了。按理说，我身材比他好。不对，可能是我自己的眼光。对呀，娘娘，怕就怕皇上和我们的眼光不一样啊。绿林，你还是去看看吧，看看什么情况。皇上，听说您同皇后娘娘的关系又缓和了许多，奴婢万分为皇上感到开心。英玉，很多时候一脸无辜和表面所显露的善解人意，会成为一把有毒的利器，刺痛他人更刺痛自己，你知道吗？皇上，奴婢已经不再奢求皇上对奴婢的情感，奴婢只求能留在皇上身边伺候着你。你留在朕身边，会让朕对心里人更加愧疚，也会让朕误了自己的感情。如此下去，是害了你。朕想给你获得重生的机会，希望你能明白。皇上，求您别让奴婢离开您。来人，赐酒。皇上这是要赐死奴婢。娘娘，怎么回事？大事不妙，我去了之后门口有侍卫把守着不让我进去，说是皇上有事要谈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有事要谈？我看是要谈情说爱吧。不行，齐盛他想把我从皇后的位置上拉下来，想都别想。走。Thank you.
人呢？我不知道。参见皇后娘娘。住在这里的人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回娘娘的话，奴才也不清楚，只知道不久前这儿的那位被赐了一壶酒，然后人就不见了。强公公命奴才来打扫。赐酒？齐生不会赐死他了吧？他是怎么想的？娘娘，他这种人只要不在皇宫里，管他是死是活，何去何从，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了。说的也对，管他齐生是怎么想的，只要僵尸不留在宫里，就不会对我造成威胁。走。皇上急报，太好了，杨将军率军大破云溪，至此云溪并入我南下版图，杨将军现已班师回朝了。强公公在，皇上有何吩咐？传令下去，待杨将军归来之时，为他接风洗尘。是皇上。这青春期都过了，怎么还长痘啊？娘娘。娘娘，微臣给您请安。哎呦，张太医，你可算是来了。哎，娘娘，您这是阴虚火旺而导致的面目生痘，是缺乏……缺乏什么？缺乏……难道是没打泡的原因？娘娘，臣要说的是……行了，你要说的我都明白，退下吧。啊。那臣先行告退了。嗯，哎，绿篱啊，我有多久没见到齐生了？奴婢也记不清了，大概有一个月了。一个月了？嗯。之前是没有让我尝到甜的滋味，我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感受。现在让我尝了个鲜，又藏着掖着不给我，你说我能不内分泌失调吗？娘娘，明日可就是为杨玉将军接风洗尘的日子，您这一脸的痘，怎么面圣呀？明天就能见到齐生了。嗯，那我这一脸的痘终于有救了。阿赞，明天。杨将军，请。哦，谢皇上。啊，
装什么没看到？我只有主动了。皇上，你怎么都不吃啊？我来给您夹菜。张宝宝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说要干什么？你这是在对朕好吗？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，我是不是太刻意了？那我尽量收敛一点点啊。哎，你不喜欢吃菜，那我给你加肉吧。吃肉才有力气嘛。有力气做什么？哎呀，没什么了。你要是不喜欢吃肉，我陪你喝酒啊。喝醉了，我送你回家。我先干为敬。张宝宝，朕觉得你还是回到你的位置较为妥当。人家为什么要回去啊？人家才不要回去呢。人家坐在这儿还可以照顾你，保护你啊。保护朕？朕无需保护，你在这儿只会让朕觉得更加不安全，请你与朕保持距离。老公，我知道你要面子，那我在外面就给足你面子，晚上你陪我回兴圣宫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今日是个大喜的日子，朕终于盼回了杨将军。各位爱卿，不必过于拘礼，要带朕陪好杨将军。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你没看见今天杨家这局面，指不定有什么好事儿。此话怎讲？俗话说，老天欲要你灭亡，必先让你嚣张。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话呀？你有没有觉得，杨家一下子受赏良田千顷，黄金美眷无数，就连皇家在翠山的山庄都赐给了他。这一时间啊，杨氏一族啊，在帝都那是炙手可热，这是不是有点过了？嗨，娘娘，杨家在南下拿下了一大块地啊，这点赏赐根本不算什么。也是，不过齐盛现在对我是连正眼都不瞧一眼，哎，就连我脸上这些痘他都没看见。就凭他对我这个态度，由此可见，这一定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风平浪静啊。看来我皇后的位置怕是不保了。九王，娘娘，你的脸是怎么了？别问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一会儿赶紧去跟杨言说一声，让他吃饭走路都给我小心点，别那么嘚瑟。我怕最近会有什么闪失。为什么呀？最近杨家风头正旺，树大招风，这个道理你不是不懂吧，九王？还有，我最近有点乱，看到你我就更乱了。要是没有什么要紧事儿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
朕的谋划，你等可记清楚了？皇上果然是好计谋，臣都记清楚了。朕的这个办法，只是委屈了杨将军。皇上，臣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杨将军为南下朝征战沙场，出生入死，朕对你的那些封赏，远远不及杨将军的一腔热忱。但如今，却还是不免危及杨家。皇上，您此番话真是折煞老臣了。那些封赏对臣来讲，远不及为皇上排忧解难。朕也是陷入两难之地，才不得不做此打算。如果朕再不做什么，怕是他们真的要反了。九王行事一向谨慎，皇上的计谋正是趁他风头正旺、放松警惕的时候，让他们不知不觉地卷入其中。这便是温水煮青蛙，朕就是让他们不易察觉，慢慢卷入事端。等他们发现的时候，便为时已晚。皇上，杨将军请放心，朕不会真的动手，只是给他们一个警告罢了。皇后也必须要明白，谁才是她真正可以倚靠之。皇上圣明。杨将军，到时候范御史那边有什么需要，你也帮臣一把。尤其是杨言那边的动向，你需要及时和范御史通气。臣一定谨记于心。朕说的不准，你等记住，一步都不可以走错。是，皇上。杨家大获封赏，我们更要谨言慎行，这是鹏鹏特意嘱咐的。女神都发话了，那必须遵守啊。什么情况啊？一会儿不要得理不饶人，此时不宜徒生事端。放心吧。哎，哦，我们的马没受什么惊吓，车受损也不严重，你走吧，不用你们赔了。不用我们赔了？这句话应该我们说才对。赔？这条路本就不宽敞，难免发生事故，你我各退一步也就罢了。你眼瞎吧？这条路窄吗？你们不紧不慢地走着，影响了别人的驱车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让你家主子出来，我跟你说不着。是谁在叫我呀？哎呦，原来是范御史啊！刚出了点小摩擦，都是自己人，就不计较那么多了。杨公子，你刚才说的话本御史可都是听到了呀。你当然是没事儿，可我的马儿受了惊，车受了损，我的车夫又受到了精神创伤呀。我的马儿肯定是吓到精神分裂了。哎呦，我这老寒腿又发作了，你说这如何是好啊？说吧，是不是缺钱花了？这是什么话？你以为有钱能摆平一切吗？范御史，如果深究起来，此事并非我一方之错呀。你，九哥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就着没事找事儿。用娘娘的话就是，你丫的没事找事儿吧？啊？嗯，你丫谁呀？你怎么敢推我？你丫，你丫，嘿，你丫，你丫，哎呀，你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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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呀，你呀，你呀，你呀！你说的事情，朕都明白了。原本是场交通事故而已，只是九王和杨玉的小儿子仗势欺人，对你大打出手。可是如此。是啊，皇上，那杨言将我的车夫暴打，还辱骂他是鸭，我的车夫不堪受辱。昨夜投河自尽了。各位爱卿，尔等都是朕的心腹大臣，不妨谈谈对此事有何看法。禀皇上，
就往那里当当人的行事作风，大家早都在背后议论纷纷了。对于那里干的那些事情，大家心头很不满意。确实如此啊，对于他们的种种做法，那简直是罄竹难书啊。他们如此嚣张，背后可还有别人撑腰？这皇上，这个事情要是一直追究下去，可能会波及波及什么？皇后，张家，朕乃一国之君，朕需要顾及谁的颜面吗？皇上，这事儿要是深究下去，确实波及到皇后娘娘和张家呀。对头，还有跟九王关系好的那些王爷也脱不了招招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给我查下去。朕给你们3天时间，给我一五一十的查出来。是，要得。